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od 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。今天来到节目的第31集，来和各位一同分享一个 Transformer Dark of the Moon Voyager Class 的 Optimus Prime。那相信各位一开始就已经听到了，今天为什么好像不止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角变三的这个 V 科是。我的朋友之前在节目里头有出现过，有一位叫做共玩兄的朋友，那今天又来到我们家了，那带了这一支 Voyager Class 变三 DOTM 的这个 V 科来跟我做分享。那他跟我分享，那我就做一个影片跟各位一起分享了。那首先我先带各位来看一下他的车型了。那首先在引擎盖的部分，这一块整片都是透明件。整片都是透明件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设计。那这里的话有上银漆，然后这个车窗是透明件，然后这个地方已经被它摧残成这个烟囱，被它摧残成。这是因为年代久远。有吗？11年呢？因为我每天玩啊。好吧，反正这个是共玩兄，他号称是他第一支变形金刚。虽然他从2007年就已经入坑了，可是他开始正式收集玩具是从。2011年 Dark of the Moon 上映之后，他这个 V 级的科博文是他的第一支变形金刚的玩具。那正确来讲，这个 OP 它是应该烟囱是要直的，可是我们共玩兄说他很喜欢让他这样躺着，就是感觉比较怎样？关键快速，比较 fast 吧 ，fast 差不多。我们共玩兄英文不好，就请各位见谅一下。好，使命必达。好吧。那这里前面的话也有黄色涂装，然后呢，轮胎的话基本上就是全黑，那六颗轮胎基本上滚动没有问题，可是因为你这样转的话，这个整个已经有点松脱，所以就算是要往后了嘛，往后一样，啊是你自己弄那么大的啊，哪有人这样开车的？好吧，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后面这边的话有两个油桶，那这个油桶我是觉得有点过大吧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火焰纹 ，OP 的象征火焰纹，那反正底部的话就是长这样。基本上，就大概看得出来拳头跟脚底板吧。然后后面这个车屁股的话，我们共玩兄给他用到钢裂了。对，这个应该很痛。这个他就白哥可以看到，他这边的零件其实已经断了，然后断来卡在这边了，所以基本上屁股已经合不起来了。对，就这边给他刷卡，刷卡。好，那上面这个地方的话，上面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透明件。那大概车辆形态下，这边的话还有金属涂装。那车辆形态下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共玩兄来示范一下，为这支玩具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身过程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共玩兄。哎，这玩具刚开始变形，要先从这边开始。哎，可是这个有点紧啊。然后还有这里，这个我们慢慢打开，把它折到前面来。这可以是移动式的，然后共玩兄稍微等一下，好，先把它变回去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，我忘了把武器秀给各位看。这个武器的话，基本上身上它有三个插孔，一二，这个这也是插口，这也是插口，这也可以插进去的。一二三，然后一这边一二三四五，这边总共五个插口，就是这里一二三。四五，那五个插孔的话，每个插孔就一个凸可以塞五个洞，这他应该满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看你是个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，你喜欢让它插在车门侧边 ，OK， 那你要让它插在这里 ，OK， 那你要放在它这个后面这个拖货柜的这个地方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那就完完全全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。那如果你、OK、如果你把它插在侧面的话，你要稍微对准角度啊，会有点松松的。那这个武器我们稍微给过它，变三的话基本上都是走动武器，那走动武器就是有个机关，那小机关就是你很训呢，这样，这走动武器有点变成压紧，被它摧残成。哎呀，反正就是这样啊。是不是这个应该太阳转了？你看这边可以转动，就可以让它锁定在发的。这那个蓄能模式什么的，好吧，那反正武器就是然后放开就变个。好，那武器的话，交给你，然后大概给各位展示一下，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子。OK， 那接下来就继续请我们共玩兄来示范。刚玩到这里，然后他可以把这个弯下来，然后这边可以拆开之后，这边个人建议啊，他这边可以转过来，然后。这个轮胎，我个人建议，因为它原本是要这个凸对这个凹，
然后可是这个，然后因为它如果卡直接真的卡上去的话会非常紧，所以我建议没有差别，它就是可以这样。我建议是直接放在这边就好，因为压下去之后一下车要变形的时候是非常困难，有可能会导致报废之类的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放着就好了，脚报废，然后这边可以直接压下来，这边也是压下来，脚边有个。放进去，这边也是放进去，这非常脚步非常简单，就好好背起来就可以了。就这边，看这里，这里有一个示例点，这个凸出来的这一片，往旁边拉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往这边拉，就往上推，就把后面这边打开，它头就藏在下面，它深不见底的头，就它下面的透光片下面有一个洞。这边有一个凹，有一个凸，这边有一个凹，把它推下去。这就是有凸有凹，就是参与就对了。对，不要都想参进去就对了。有的时候遇到角度问题就不要乱想。好，这边车头把它拔开之后，这边也是一个凸一个凹，稍微拉一下它就开了。然后这边往前拉，有可以看到它的手完全整个缩在车头里面。那这边也是有凸有凹，把手先回正之后。能掰的就掰开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它转开，这样就是一个手的部分就变形了。然后它是一个假胸，就是有两个胸，它这个玻璃是假的，哒哒啦，它原本后照镜的位置可以将这个东西放进去，就是 OP 手旁边两个有点像护目的地方。然后你看这里，这里转过来，还能把它手转回正位，然后它的手是圆形的。也就是说，中间有一个洞，对对对，它不是手指的，对，它这样很多武器都可以跟它通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，对对对，这边算是一个加分点，对对对对，算是一个加分点，就是你只要找得到是圈圈的武器，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。大部分我已经试过很多的日版的，好像也可以。我上次有试过日版的铁皮，我也有试过，它武器是可以用海。他是说那个变三的有克啊，不铁皮呀、啊，变三的这个家伙，这个我们把玩具车。他是说日版的这个，他说他有一位不具名的朋友，然后就跟他分享嘛。那我当然不在场，所以我不知道实际状况。OK， 好，那在人形的部分就由我来接棒。OK， 那我们把镜头给带近一点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他的头部。头部的话，基本上眼睛是透光件，然后口罩有银色涂装。那头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，360度旋转 OK， 然后可以稍微这样点头，稍微一点点。OK， 那胸口的话。基本上这边都是深蓝色涂装，它不是透明零件，觉得还蛮可惜的吧，个人觉得。然后手的话，这边360度旋转 OK， 往外抬也 OK， 这里二头肌可以旋转，周有两处关节可以动。手腕的话，它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想而知它的一个可动角度就非常非常之多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可以让它握住它的枪就让它插进这个洞 ，OK， 握进去。那还是 sorry 按错键。还是挺好看的、哦、个人觉得的。OK， 那腰的话基本上360度旋转也 OK， 然后这边腹部的话有金属的颜色涂装。360度旋转是真的看起来是有点叉叉。叉叉叉。好，然后脚踝往外扩 OK， 往前往后踢都没有问题。这边的话可以转，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些轮胎的刻画。在电影里头的时候 ,OP 它这边侧边脚大腿这边吧就是有轮胎。那可是这个轮胎的话它没有任何涂装的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，膝盖这边可以弯曲，然后护膝这里也可以动。那在脚这边也可以稍微动，很可惜不能左右转，就只剩稍微能左转了，就是比较可惜一点，就是它没办法劈得很开，然后这样站稳，就脚有一些地方会没有接到地哦。OK， 那脚的话就长这样，基本上就长这样。放到背面的话呢，这个。也能算是背包吧，但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背包，就这个类似像是喷射引擎之类的吧。刚刚原本它的这个油桶部分，那这里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所以呢你就可以自由发挥，看你要让它摆成什么样子，基本上就看你个人了。你喜欢让它这样子放，我说你要这样子放，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哦，就完完全全就看你个人去自由发挥。好，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、哦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变四的一个。V 科给拿出来给各位比对一下，基本上 V 科它的，我们把它立正站好了。这个罗宾我们先请到一边去。这个不可以触犯版权的。哦 ，sorry， 就这位小姐，某的小姐，我们就把动漫里面的某个小姐。好，就
有很多手的小姐，很多手小姐，这个好，在某个海贼团里面很强的小姐，那个电视非常的有名。你让他站好了，我镜头，你调整一下，我来把他站好。哎，你真的很逊啊！别再骂我逊了，已经被你骂过了。哎、好，基本上这个变四 TF 四的这个 OP V 颗是比 TF 三的这个 V 颗还要高一点点，就高半颗，也不好像不到半颗吧，半颗头。那重量的话还是这个变三的 V 颗比较沉一点，这个就轻很多。那基本上就是偷胶的偷胶，那缩水的缩水。可是这个这样看起来，好像这个家伙好像比较小只，可是其实他身上这样看起来，他的零件数是比较多的，那偷胶的处也比这个少，所以这个我们请到一边去哦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真材实料啊，真材实料吗？那你去拿07年或更早一些的东西再来说吧。对对对，那更真的是真材实料。我强烈怀疑那个变四的有点可能里面是空心的，我现在目前强烈怀疑，甚至我没有去拆过。你也没有那个，我也不想去拆吧，经费真是太重了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家伙的话是这个 OP 的话，我是没有收。那这个模具的话，它有重涂的版本，一个版本就是这款 OP， 那另外一个版本是拿一把斧头或者说枪吧，这个叫烈焰科本，同样都是变散的。那这个两个版本的话，这个红色版本就我没收，他也没收，光文兄他也没收，他只有收这个版本。那我个人可能不会去收这个模具吧。那网络上面好像基本上新台币699块钱应该可以买得到。二手嘛，好像二手的啊。我如果要买全新的话，大概800-900块也有。因为我购入是新的，那时候还蛮贵的，大概1000块，1999块。我上次购我因为我购入的时候是买全新的，是在刚出的时候，热腾腾的，刚出炉。我连电脑还没看见。好，反正就这样，那就玩起来可能就比较没有感情吧。这个，隔着这个还是看的电影啊。啊，对啊，那这个玩具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原度颇低吧。那所以我对这个 OP 兴趣不大。那加上我已经就跟光文兄借来这个模具玩了，那所以玩过就算了。除非是很喜欢的，个人很喜欢的模具，才有可能别的同学买过。那玩过又会想再买哦。 A 什么 A？ 好，没事。那如果是你的肮脏的时钟弄出来啊，肮脏的那个去偷别人的赃物的时钟啊，继续拍真是的。好，反正就是还原度不高，那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了。那实在是，为什么是实在是？继续什么？不要跟我吵你啊！反正就这样，那就是如果是我有的模具，那朋友们又有第一个，可能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模具，不然就是我先买了。之前节目有提过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我应该就是不会去收这个家伙了，除非它降到非常非常低的价位，我觉得哦很划算才会考虑去买啊。那这个真是小心眼。这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。小心点呐，对他是很坏的。对他很坏。就丢袋子。来了，快点啊。OK， 好啊，那今天节目就跟冠兄他妹妹鱼丸已经在吵了，就不耐烦了，对不对？嫌我节目太久嘛，这个。意见很多哦。你自己太慢了。还有这个 NC 小姐。NN 啊。啊，不要扯那么多。OK， 好，今天节目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结束，那谢谢大家观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